哎，你好，帅哥，给我来份爆米花啊！要什么口味的，小伙子？鲜奶油味的吧。吃鲜奶油的都是专业，都是专家。你说的对，我鲜奶油就放后面放着，这都是纯动物奶油，都是采用那个3个月的小母牛。哎呦，这老板很讲究啊！虽然一份35，光这黄油价值就是25。你这个锅跟这个黄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！那必须的，这就证明了百年老店，知道吧？哦，你这还是百年老店？百年老店有多少年了？29年了，离这个1000年还剩971年。小伙子爱吃糖吗？还行吧，还行，正常吧，好吧。年纪轻，可以多吃一点。3勺，我们正常就是4勺，然后再给来上1勺这个黑芝麻。就是吃了对头发好，就跟我一样，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摇了。哎呀，老板，摇啊摇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。你这个锅也是有些年头了啊。跟了我20多年，就80后，这是。80后，八几年的？比你年龄应该大，我看。我是00后。那就是你得管他叫叔。这个锅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小伙子，你看我这店干干净净吧，是不是？店铺。为什么锅这样呢？我必须要给你讲一下。如果我经常刷，就把锅壁刷薄了，受热力度就不均匀，爆出来的爆米花味儿就不对了。它必须是这样，知道吧？老板今年多大年纪啊？我啊，这个店我接手10年了，我们这是祖传的。现在一天能卖多少份爆米花？卖不多，你看就后面排着300来个人在这吃，就是每天就是从早包到晚，就这玉米豆50公斤一包的，一天用5包。那你厉害了，一天得卖好几百份吧？最起码按千数。一天卖1000份，一份是30块钱，一天就是30万，一年就好几亿哈。一份赚个快8毛的就不错了，就挣的辛苦钱，小伙子。老板，做生意良心啊，很实惠啊。对，必须的。你这个爆米花它爆是什么原理啊？就是杠杆原理。你看我一直用这个杠杆，不是用的勾股定理。有勾股定理是待会儿才用，现在只用的这个是杠杆原理。这爆一锅要几分钟呀？3到4分钟吧，已经开始爆了，看到没？看到了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现在要开始加速。好了是吧？不。哎呀，小伙子真会吃，会吃的都选这款。哎呦，闪一闪，你看这色泽，这光泽，这味道，无敌了吧？行。香，飘香十里。20多年吃过的都说好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不好的。到外面一个给你减1块钱啊？别，小本生意，总共赚个快8毛的。你自己平常吃的多吗？天天吃啊，一天不吃就难受啊。那你吃一个我看看。包里是顾客的。你吃包里面的？包里是顾客的。那不卖了，你走吧。你吃完我不要了啊。拜拜啦。